编号11121，这是一支60.3的一个晴水带飘花的一个圆条手镯，细糯种的。这支手镯的水润度非常不错，实物呢跟视频相比会有一点小色差，这属于很正常的一个现象。您最真实的一个情况，您来看，用手掌遮住光之后看到的这样的颜色就是最接近实物的。实物的这个美感的话呢，一定会让您惊喜的啊。这只手镯实物非常的好看，这只手镯的美中不足呢，在这里有一条石纹，一贯穿了手镯的一圈，这条纹路，那在外圈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这一条。然后呢，在手镯上它会有一些糙感，能类似于这样类型呢，这里现在我反光您看得到了对吧？这样的糙感在手镯上有好几个地方，这里，这些都是有一些小糙感，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小磨损，然后在这里有几条浅表的纹路。很细微的浅表纹，太细微了，在视频里面，没有办法很全面的、很明显的拍摄清楚呢。就是在这样类型的小纹路，这里有几条。这手镯上的话呢，有一些，还有呢这样的小糙感，但整体的美光度其实是不受影响的。这只手镯呢，打灯之后可能还会看得到一点点小细纹。打灯之后看到的这些石纹的话，对手镯的美观性同样不受影响。上手之后的话呢，这只手镯上面的瑕疵都没有清晰的体现出来的。